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出去发货了，然后今天下午顺便去买一床凉席吧。现在重庆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太热了，就是你出门感觉都能被热化，所以说就下午趁着发货就去买一床凉席吧。因为家里的凉席不够了，然后镇上又买不到，所以我们就干脆上城里来买。快点打招呼，来打招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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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的，是打招呼，打招呼。好吧好吧，那就是打招呼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城里啦。走啊，去找哈凉席啊。走吧。凉席应该在城里。闻一下，去闻一下吗？想吃什么菜呀？看看吧，看看有什么菜。家里都有，有卖菜，有卖菜没有啊？哪有有卖菜？要不要？好像不太新鲜了。可以啊，那你拿一把吧。把。都可以啊，你看陶瓷雷香要吃啥子？小姐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想要吃这个呀？是不是？谁要拿你自己选，想吃什么自己选。你把放起坐到去。坐一下。刚刚陶成月一下车，然后就跑了，然后现在他爸去追他了，那个腿跑得可快了，这不抓回来了。他还耶？跑到哪儿没想？他觉得真的是，你跟他两个跑，你还有点费力。好，下，不准跑啦，不准跑啦，再跑我就把你关起来了，赶紧。我发现他只适合坐到车子里面，出来就跑，喝了姜的野马。那就是木耳新鲜哦，那是银耳，新鲜银耳，新鲜银耳。那个来一包，可以蘸，还没有给钱钱，还没有给钱钱，给了钱钱才能吃，要给钱钱给了才能吃哈。不要。专门来买席子，席子没买到，买了一包吃菜回去。没办法呀，没有啊，我又不想走了，懒得走。那就只有等赶场赶集再买了。嗯。走吧。走吧。忍忍吧，那就。